学，我们接着再看地面向海寄送的第四首：借彼庄严居中宝，复以摩尼为见识，昼晦蓝纯悉宝尘，莲花诸王如云布。经文赞叹香海的庄严，长行里面我们都读过了，寄送多数还能够补长行之不足，长行跟寄送合起来看，意思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呢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借彼是台阶啊，众宝所成，台阶里面的装饰是摩尼众宝，周围有蓝纯啊，蓝杆，前面长行里头我们曾经举故宫啊太和殿啊，这个经文里面所写的，我们在故宫太和殿的这个前面呢，差不多通通都能够看到。表法的意思也都非常接近啊，借彼在此地是代表我们修学的次第，在小乘里面表四果四相，在大乘里面代表菩萨51个阶级啊，大乘里面常讲的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啊，有51个阶位好像这个台阶一样。那么当中这个摩尼见识啊，这一说就晓得了啊，菩萨了从初发心了一直到如来地修的是什么，一般大乘经典里面所讲的呢，六度万恒。那我们晓得这摩尼见识就是六度万恒。在华严里面呢是讲的文殊菩萨十波罗蜜，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那么这个经是华严经啊，所以很明显的能够显示出来，这部经从头到尾这80卷呢，像这些开始我们常常会见到，因此印象就非常深刻啊。佛常常讲，用意也在此地。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重要啊。咒毁蓝唇，那就是万恨啊。十十度跟这个十运啊，交互落实在行门里面。行门包括了异地里面起心动念啊，菩萨，我们现在在学菩萨了。哦，不是菩萨了，啊，学菩萨，菩萨起心动念呢，都与十愿、十波罗蜜相应，啊，所以我们念头一起，就要觉悟到。古大德常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一起来，立刻就能觉察。觉察什么呢？觉察与十波罗蜜、十愿相不相应。如果不相应呢，这个念头不善呐。我们要把它打掉，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初学的菩萨们啊，我也是真的是千叮咛万叮咛啊，首先呢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打掉啊，起心动念呢不要为自己想，为自己想，这个念头是轮回心呐、啊。无论做什么，学佛念佛都是轮回业啊，轮回心一定造轮回业，念佛也不能往生啊。我们修念佛法门，决定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啊。老实讲，无量劫前，生生世世，我们都修这个法门。为什么不能往生？到现在还落得在六道里头打转。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轮回心没有转过来。用轮回心念佛了，依旧是轮回业。阿赖耶里头种一个佛的种子，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如此而已啊。那么过去生中这个善缘结得很深呐、啊，善根很深厚啊，这一生的人生又遇到了，遇到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完全看你能不能把轮回心转变成菩提心。啊，那什么叫轮回心？我再细说一遍。啊，虚伪的心是轮回心，真诚的心是菩提心。啊，我们以虚伪的心处事待人接物啊。啊，世间人都是用虚伪的、虚假的、啊，为什么呢？唯恐自己吃亏上当。啊，别人对我都虚假了，我怎么可以拿真心对人啊？啊，人家用虚假，我也对他虚假，这很正常啊，很合乎逻辑啊。殊不知错了啊，这个心是轮回心。我们要想超越轮回，我们把这个转过来，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用真诚心。
吃亏不怕，上当也不怕，生死都不怕。我求的是什么呢？我这一生死了之后再不搞轮回了。我定的是这个方向。求的是这个目的。务必在这一生当中要成就。这一生搞清楚，搞明白了。那么第二是染污的心是轮回心。什么染污呢？受外面境界影响，六根接触外头境界，其窃情无欲，其贪嗔痴慢，这心被污染了。现在我们学佛了，要把这个心转过来，变成清净心。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该放下的要放下。只取我现前生活所必须的，非生活所必须啊，应当放下。世缘要简单呐，越简单越好啊，不攀缘呐。我现在清净，攀缘心就不清净了。共高我慢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轮回心，要把它转变为平等心。平等心是菩提心，迷惑颠倒的心是轮回心，正觉的心是菩提心，自私自利的心是轮回心，大慈大悲是菩提心。这是个标准放在此地啊。念头一动，能不能与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能够与这个相应呢，是菩提心。如果与这个恰恰相反，轮回心呐。这个标准常常摆在面前的。心正，心正，行就正，菩萨心。菩萨心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菩萨心啊。那个念佛是广义的，不是单单指口里头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不断，不是指这个。他这个意思，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像阿弥陀佛，真念佛啊！怎么都像阿弥陀佛呢？依照无量寿经上去做，无量寿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统统做到。像个佛啊！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不能做的，不但不做，连念头都不生。依照无量寿经来塑造自己身心的形象，那就是阿弥陀佛了。
我过去曾经讲过西方极乐世界的三杯酒品啊，我讲过很多遍了。我们果然把《无量寿经》百分之百的做到了，那是上上品往生。如果做到90%，还有10%做不到，上品众生啊，做到80%呢？80%呢？上品下生。你这样一直一直降下来，降到下下品往生，要做到多少？做到20%，80%做不到，能做到20%。肯定往生啊，那个标准的底线在此地，20%都做不到，那往生你很难讲了，就靠不住了。所以经头一个是要念，念得很熟啊，我都说鼓励人呢，能背呀。是我天资很钝呐，我没有办法背呀。只要你有决心，古人常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我曾经见到一个这个记忆能力的确是很笨的人。他大概在4-5年的时间，时间很长啊，啊，天天念了，他念了6000多遍，哎，他背出来了，有恒心，有毅力啊，有天分很高的。前世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啊，现在在澳洲图文巴刘连新居士，啊，他从德州休斯顿啊来参学，他给我讲，他念无量寿经3个月，啊，他告诉我大概念了啊500遍这样子。完全会背啊，3个月能背啊！啊，别人能，为什么我不能？要常常反省，要常常警惕自己。啊，应当是勇猛精进，迎头追上啊！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往生，争取高品位啊！所以你不读书不行啊，头一时读书啊，然后理解。啊，你能够背诵，意思不懂，那也不行啊！啊，要能解其意。啊，你会念不懂，不起作用。懂了之后呢，要行。啊，懂是解，解了以后啊，要行了，不行。你那个结也等于白结了啊！你没做到嘛？做到那叫真念佛。所以那个念是广义的啊！你看念佛这个念字
你看看那个字，这个字是个会意的字啊，你仔细看看，上面是个金，下面是个心啊，什么意思呢？很明显呢，现前的心，现在的心，现在心里头有佛。现在的心是佛，真念佛了。心怎么是佛呢？心跟无量寿经完全相应。心是佛了，就跟我们前面讲这个清净妙宝不起底呀、那个清净妙宝，那这样说法了，那就是大乘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啊，能读、能背诵、能解，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在外面是念佛，把自己心行完全变成阿弥陀佛了，变成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哪里？你看我这样子就是的，你看我思想言行就是的，真念佛。那念佛功夫真到了家了，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这样念佛当然影响别人啊，影响别人就是度众生啊，自行化他。化他哪里要费功夫啊？形象就化他，人家看到你这个形象，生欢喜心，生尊重心，生羡慕的心，这里头就有不少人，更进一步向你请教，请教你给他解说。解说的时候就是说法了，就把佛法的好处介绍给他，这叫缘熟。他来找你他为什么找你？形象好众生都是这样，先要看果，有好的果报，他就问你这个果报是怎么样得来的，然后你就把因告诉他让他知道怎样修学。那么这是戒比蓝唇里面所含的表法意趣莲花诸王如云布，这个王也是蓝唇的意思这个好懂吗？再看底下这一首第五首，摩尼宝树列成行，花蕊芙蓉光鹤叶，种种乐音恒静奏，佛神通力令如是这个幕后一句，佛的本愿威神加持
宝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建树，建立啊，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啊，建立这一个佛陀教育协会，这就是一棵宝树啊。树是树立的意思，啊，那么香港有许许多多的佛教道场，列成行啊，建树很多啊，这种建树是摩尼宝树啊，我们要明了，道场的建树就是佛法的建树，这个里头有道有学。啊，我们常讲啊，啊，佛的道场必然有他的道风，有他的学风。大众到这个地方来，才能够得真实的利益了。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德行，你到这个地方来，你的道德有没有增长啊？你的学，这学是学风，你的学识有没有进步啊？如果到这个地方来，道德学识都没有增长，没有进步，那就有亏这一个宝树了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宝是三宝啊，三宝的建树。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够认识正法道场是什么。佛门里面许多同修都常常挂在口里头啊，正法九住，这个话是祖师说的。正法住世要靠人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这个成语大家也都很熟啊，所以道场建树在此地，这里头的人有没有道，有没有学啊？这里面的人能不能做社会大众的楷模模范呢？啊，换一句话说，这里面大众有没有依教修行啊？这找到根呐。如果没有依教修行，这树就不是宝树啊。
一定这个上上下下所有大众到这个道场来参与活动的都要知道认真修学每一个道场道风不一样学风不一样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人是许许多多道场都常常参加每一个道场修学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你一定要晓得每一个道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道风不相同啊为什么呢戒引不同根性的众生我们这个地方净宗道场原先没有办法这个注册净宗学会原因是香港已经有一个净宗学会了他们在我们之前成立的是香港护生会那一批同学他们注册了一个香港净宗学会所以我们这个会注册的时候我才另外想一个名称佛陀教育协会我们专修净土专弘净土那我们这个道场有讲堂有念佛堂讲堂里面每一天有讲经的十一楼的讲堂我们开放提供给专弘净土出家在家的大德们做学习弘化讲经的场所我们欢喜提供但是限于净宗的用我专门修净宗如果破坏净宗呢我们不能够欢迎那不能接受了十楼有个大厅那个大厅里面将来也是做讲堂那个讲堂是试听的是放录像带的诸位要是喜欢听哪一部经我们这 录像带很多你在那个地方去听人多了我们做一个试听教室用耳机用小电视用耳机可以同时这个开放三四种不同的经论都行有人喜欢听华严的有人喜欢听无量寿经有人喜欢听地藏经有人喜欢听了凡四训都可以我们都播放
来供养，九楼是念佛堂。念佛堂我们求的是什么呢？念佛三昧呀，要想得到念佛三昧，那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不夹杂了。真正做到不夹杂，连念佛堂开示都不必要，讲开示都是夹杂。那你想到说，从前印光大师楞严山寺念佛堂里面讲开示，他可以讲开示，为什么呢？他不讲经。我们这边呢讲经啊，你也想听开示的话，你听经嘛。所以十楼十一楼都在讲经，念佛堂就不要讲开示了。你有疑惑你到讲堂来听经，没有疑惑进念佛堂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只念四个字六字都不要念。莲池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中心的祖师，他教别人念佛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人家问他你自己呢？我自己念四个字。为什么？他说你们求生净土的心不切，南无是恭敬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跟阿弥陀佛结个好缘，我这一生决定要往生净土，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不客气了，不要讲南无两个字了，弥陀经教给我们这持名号，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没有南无。你们想想祖师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决心求净土，所以客气话都不用了，四个字一直念下去，念佛的仪规越简单越好，一般道场它不是专修，所以它前面念经这个念赞佛偈有这些仪规戒严促机，我们真的是专修，专修就不必要了，常年到场，老同修多都习惯了，加这些呢反而打杂，把他心搞乱了。佛家常讲啊，临动千江水呀，不动道人心呐。你把人家的心扰乱了，这个过失很大了。所以我们道场有我们道场的规矩。尤其这个道场戒行具足啊，很难得了。那么将来讲经需不需要法师在现场讲呢？这个我也跟诸位讲过。现在这个社会呀，进步的趋势，已经受到高科技很深的影响，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对佛教有没有影响呢？有啊。
佛教的红传讲经说法决定不是一个讲堂好大的场面，不是了，肯定走向网际网路，走向卫星电视。听经不必到大场，不必到讲堂，在家里打开电视就是的了。现在我们常常想我们佛教有一个专门的频道，电视上有个专门频道，24小时讲经不中断，随时打开频道都能够听到法师讲经。现在我们是这样想啊，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实现。可能呢不止一个频道，可能有很多频道，很多种的经论，想听哪个播到哪个频道都能够听到啊。这个是现代的叫所谓远程教学，学什么东西都在家里学了。我看到是这个方向呢，在发展，到以后可能学校都不要了，学生上学在家里头电视里头学东西，网络里面学东西，老师教课啊，用卫星用网络播出来呀，那都是最好的老师啊，一流的老师在这里教导啊。所以做老师的人要很认真努力啊，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啊。为什么呢？你要不提升，将来被淘汰掉了。你在电视台，在网络对全世界群众广播，群众看你的形象，听你所讲，古人所谓啊，不怕不识货啊，就怕货比货啊。你所讲的跟另外一个人相比，你要不如别人，人家就不看你这个频道了，你的收视率就没有了，你就被人比下去了。所以务必要提升自己道德学问，真才实学，你才会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呐！所以将来的学校，我观察的，通通会走向现在所谓的远程教学。学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博士班，都在家里念书，用不着到学校去。到你拿到学位的时候，这个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学校都可以寄到你家里来。可能这个最高的博士学位呢，到学校里举行一个仪式就行了。现在澳洲几个大学已经是这么做了。
啊，上一次昆士兰大学有一位学院的主任啊，学校几个高级的这个教授跟职员啊，他们到香港、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啊，我问他什么事情啊？颁发毕业证书，远程教学的啊，在香港这些学生召集起来的时候，举行一个仪式，颁发证书给他。不要到澳洲学校去啊！所以，这个趋势一定会扩大。图书馆参考资料全在网络上，而且网络上的时候可以联网啊，全世界所有大学图书馆里面的图书你都可以在网络上载接下来做你的参考资料啊，所以将来的图书馆变成什么呢？变成博物馆了啊，原始资料馆了啊，这个是随着科学技术必然的发展，我们要懂得，心里要有数。所以有很多地方啊，佛学院请我去教学，我说不需要我人去啊。我现在讲华严，每天四个小时，啊，从网络上你可以收看呐，不但可以收看，而且你还可以把它录下来，啊，录下的时候。你可以重复的再看啊，一遍没听清楚，我再听一遍；两遍听不清楚，我还可以听第三遍、第四遍。啊，老师在上课，你就是讲第二遍、第三遍，不可能啊！啊，所以学生在家里学，方便了。啊，一面听一面就录下来。啊，这个课程难一点，难于理解的是多听几遍啊。那么还有一些佛学院啊，我想将来的佛学院一定要设置网络啊，扩大了你的教学面啊。那么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啊经论的录像带、光碟啊、VCD、DVD， 都可以在学校里面作为上课的材料啊，不需要人。亲自到佛学院啊，这里面只要有一个资深的老师在旁边指导一下就行了啊。资深的老师他自己本身把这一部经论啊预先多听几遍，他明白，他了解了，他可以辅导学生啊，就成功了。对于全世界所有的佛教徒，弘法利生，通通可以在电视网络上。
讲经的法师，只要在摄影棚里面录制母带就行了吗？所以你想想看，若干年之后，家里只要有这套设备，啊，学校、佛学院都可以不学办了，省多少钱，省多少事，啊，完全呢接受这个远程教学。国家啊，办这个佛学院一个就够了，也不要这么麻烦了，不要很大的校舍了，啊，一个摄影棚，请几位老师，好老师，天天让他讲，天天让他播，啊，所有寺院庵堂。只要有这个机器设备，什么人喜欢学都可以来进修。啊，你寺庙里头出家人也好，信徒也好，有兴趣的都可以来学啊。啊，正式报名的都发给你毕业证书、结业证书。啊，一部经发结业证书，啊，学习多少部经论以上可以发给你毕业证书，啊，也可以一样啊，在网络在电视里面参加考试，啊，所以学习工具越来越发达，啊，这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宝树列成行啊，华瑞富荣光和义，啊，那是讲的时候你的见树产生的效果，啊，这个效果在佛法里面讲就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在这一句里头包含的种种乐音呢，很静奏，这个是发音宣扬，啊，两句合起来看，前面一句讲形象，啊，华瑞芙蓉光和义，形象啊，道行呢，啊，种种乐音横尽奏演说，佛神通力领入世，三宝本愿威神加持，啊，才能够升起这么好的效果，啊，所以往后修行，啊，需不需要一个共修道场呢？这很难讲。真正用功人，不愿意别人打搅，一个人在家里头可以进修。只要有这个设备，啊，你想学经教没障碍，你想修行也没障碍，啊，念佛可以跟到大家一起念佛，啊，这个大家的呢在电视里头，啊，电视里面那个共修的场面，啊，一打开就好像自己也参与一样，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啊。
啊，参禅，整个禅堂里面，这个坐香的场面显示出来。你自己也面对着电视，你也可以静坐啊，你也可以跟他同样的坐席。我想将来必定走到这个趋势。现在的科技非常进步，将来这个卫星电视普遍到可以手上的这个接收的电视机收这个卫星广播那个小的电视画面呢，在手掌心里都可以收看，就像现在的行动电话一样。你说多方便你的学习不会耽误啊，无论走到哪里，你可以带在身上。那么这些机器都已经发明了，现在还没有普遍。科学技术真的是日新又新我们从这里了解整个的趋势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好，现在时间到了。